生啊，一世人偌长啊，严呢，到底有偌多啊？予咱会当心灵平安的时间，又有多少呢？这拢总是伫时间中，咱的时间，将咱的人生啊，要做什么款的代志，真正爱用心来规划。咱若无好好用心啊，无明烦恼的时间累积起来呢，是真惊人哦。咱若会当好好规划人生，这段一期的寿命，咱嘛有真多时间，好好咱平安自在啊。所以讲起来，咱爱真正真用心，咱前面啊就讲过去，咱爱细心啊，把握这个正常缘，这好的姻缘，咱爱好好把握。今仔日呢，爱赶紧啊，好好忏悔。今日文处正常善心求爱忏悔，这是咱昨讲过去。咱既然知影讲哦，这个因缘果报啦，实在是分毫不爽啊！真正爱精神顾好咱的心，所以呢，咱爱把握这个正常缘哦，运用这个正常缘，咱来好好求爱忏悔。上顶，咱大家人拢是佛教徒吗？自称是佛的弟子吗？所以呢，自从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活在人天，六道受报，有处心事，常怀无限，下愿现前。所以咱这个所在就讲，既然知影前面遐个道理啦，咱起码呢，咱爱知影无始以来，无始就是无法度去计量的时间。当然啦，就是无法度去计算的生数。咱每一个人的生数啊，实在是啊，从无数无法度通去计算的生数中呢，安尼过来啊，活在人天六道受报，在这个生数中啊，无定着咱生在天堂，咱那是做真多的好，就是实现啦。你哪会当当实现真执着的人，咱就会当生在天堂。天堂啊，就是六道啊。但是呢，天后嘛会真啊，天后那真呢，赶快啦，爱搁在下对人间哦。就亲像咱正会伫咧讲三毒，地界五鬼畜生，真苦啊！但是呢，迄、那个苦若真的是呢，伊
嘛是同款，阁会来生人间啊。所以天堂、地狱，拢是因为呢，十善业啊，积聚上升天堂。那十善业的反面呢，就是十恶业。十恶业呢，当一人都爱下对地狱、魔鬼、畜生。不管你是上天堂下地狱啦，这拢是伫咱人伫人间所做的。人间才有幸好修啦。咱伫佛经的内底，常常都是听佛陀讲天堂啊，无佛好成，成佛在人间。因为人间的苦乐参半，在人间有苦有乐啊。咱在现在就可以让我看到啊，享福的人是享福到亲像呢人间的天堂。有当时阵呢，咱对啊，某一位技师的家庭只会甲伊个厝呢，吼、哦，洞房飞片啊，非常哎呀，一看到呢，富润恶啊，迄种去到伊个内底就知影讲，伊到底有偌好呀？是足有钱个，干那伊个洗手间内底啊个物件。不管是浴巾啊、洗面皂啊、水龙头啊，等等的，迄种的设备啦，都已经呢，唔知要予偌尼侪、偌尼侪的家庭啊，会当予因真正的安定，会当温暖、食会饱的天堂，干那一个浴室。唔知要予几个家庭呢？会当大？伫早会的时阵，我也提起了一年，伫迄个铁机路啊的旁边，甚至铁机路的中央，因也有起厝。啊，拢总是违章，啊，拢总是真破烂，伫迄个所在。咱看到人住的地方啊，甲迄个铁机路呢，无有一米的距离。咱看因人出来伫外面伫咧洗衫的时，用挂汤啊去挂水，安尼来洗衫。你看火车过呢，甲伊迄个水桶啊，安尼呢差无几寸远。看了吼，险中万端呐、啊！但是底下伫咧生活的人啊，迄、那个雅加达是一个大都市啊，来往的这个火车有偌尼多呢？几分钟都是一班，两三分钟一班车。你看住伫迄个所在，密密麻麻。补补贴贴啊，安尼遐个厝呢是遐尼真破，好亲像一领衫直直剥落去。人的生活就是甲迄个火车呢不断伫咧擦身而过。那么有看到住伫内底的人，有个人断手的，可能呢嘛因为车祸。甚至搁听着讲，迄、那个所在的人一无小心啊，安尼就往生掉了，大有人在啊！这款的家庭，甚至呢三四平的一间厝，两家伙，或者是三家伙啊，共同呢
去做迄种的厝。你想，有的人困在石头，有的家庭困暗时，两三平啊，又破又乱，又臭又垃圾的地方，两三平啊，结果是四平，阿尼的厝，两户至三户，阿尼共同。底下作用，这是几十年如一日呢。看到有的人家庭富有啊，干那一间一生呢，都要七八平，内面有三温暖。哦，那想着讲哦，这个境界，甲迄个境界。人生啊，天堂地狱啊，敢是伫人生的内底呢？所以，咱伫咧努力的，就是要将遐富有的人生，互因知福，互因受福，互因有力，爱赶紧来造福。为遐苦难人，为遐三四平厝，两三家伙大。尤其是在真危险的地方，希望因会当早日脱离迄种的境界。这些人，或者是红溪湖面顶遐违章建筑的人，会当通早日呢，有一个安心、安心、安心的地方。安心就是辛苦。大的所在，会当真安全，卫生好，通风好，光线好，安尼安心的地方。大爱翁不就是吗？就是因安心立命的所在。甚至呢，咱这些有福的人，就是人间的菩萨。因会当，搁再更进一步，彻底照顾因的生活，所以安心啊，互因有生活。这心生安落来了，自然心安呐、啊，甚至呢，行义义力，积义学文教育。让他们的生活安定下来之后，让他们的孩子人人都有好的教育。所以看整个大爱村啊，顾生顾死顾心顾他们的生活，这种的境界真的是天堂地狱。咱伫地狱中啊，安尼甲伊救拔起来，可以一当在天堂。不过天堂是毋是永久呢？有形的物件啊，人间啊，有形就有破坏。几十年后啊，假使呢，待伫即个内底的人，伊的心业若无转啦。更加安怎清气，更加安怎好的环境，同款原来会垃圾，建筑物原来会旧会败坏，这是几十年后。咱即卖上重要的，就是伫咧救心，上欢喜的，就听到一位讲，大家人唔免惊，安心来接受吧。做这呢？虽然是一个佛教的团体，伊未来影响咱的宗教，伊拢是好人，伊是要来帮助人，伊予咱真侪的爱，咱爱对伊行，教咱安怎呢？来去关心人，咱都爱赶紧对伊，这种呢，
已经是至刚的精神啦，已经立落来啦。这种智慧精神已经呢起来啦，萌芽啦。我相信这就是上大的希望。在那个大爱川的内底，那人人呢连心都给开发起来。这些呢，每一户每一个人都是好的经济，我们可以将这些人人人呢都是菩萨的心量，人人呢都有这量祝福人间的经济，相信人间天道会越来越多。但愿呢每一个人间的天道更加在超越呢变成了人间净土。是天堂，或者是地狱五鬼畜生，这呢都是在人道中。你若做十善呐，有福呢就生在天堂，或者是来生人间呐，也过是呢乐多可笑。你看咱人间嘛有真侪人啊，哦，偌年快乐，你甲讲苦。伊讲吼，哪有苦？我感觉做人真好啊。这咱会较烦恼呢。天福都会享尽啊，何况人间福呢？人间福嘛会享尽的呢。咱定来听到志刚伫咧分享，伫这个人间，过去真正是真风光的人生。到家老来，或者是有诶伫中年诶时，因诶事业变动啊，那生活也对着变啊，家庭呢，人也变啊，健康诶状况也变啊，路顶呢？病，或者是无家可归，或者是病的交加，或者是呢家庭最爱的人，安尼呢就是生离死别。哎，这种的家庭呢，嘛未少呢，父母过三代啦，真的是社会的名言吼。父母过三代，所以人间啊，富有呢，不是永远的，但是呢，因无常为常，人生是这么真无常，但是伊都是沉迷在这种享乐的人间，所以以为是常。当伊有力的时阵，看到人伫咧无法度生活，一直沉落去，唔肯去伸一手啊，安尼去甲伊拉拔一下，这实在是足可惜呀。所以咱不断呢，就是希望爱洒人间，或者是呢，就是啊，安怎样呢，会当净化人心，可以呢？富中自富，富有的人啊，缺乏伊的爱心，生活一个人生最富有的生活，伫伊的生活物质富有，佮会当伫伊的心灵的爱，佮在富有，这种身心环境品质富有，安尼的人生才是真有福。
庆幸啦。在咱组织这个大家庭、大团体中，偌尼真多呢，富中致富的人家呐。看，第一年啊，那不是有遐富中致富的人生，富有物质，富有财，因个富有力量，个富有爱心，因个地位，因个能力，因个迄个权势，一当头上达总统，因定定都是总统呢的嘉宾，所以一当头上达总统，也当头下通一切的平常的人，这种的人呢，伊愿意安尼投入去付出，所以呢，真感恩啦、啊。常常都有这种呢，富中致富的人生啊。在咱这个大家庭、大团体中，咱才会当真正随心所欲。偌尼真多苦难人，咱都会当能及时伸手去救援。亲像安尼的人生啊，真正永远的都是幸福的人，所以咱会当生在人天啦、啊，啊，会当这种福多可久啦，这是啊，咱爱好好把啊吼，天堂都无常啊，何况人间，在这种的无常的人间啦、啊，咱爱好好。所以咱来文处经常善言呐，咱来好好呢爱运作吼，哎，不管是伫人间，不管是伫天堂，或者是伫六道中啊，咱爱把握呢这个因缘，所以大家人啊，爱时时多用心啊。